好。香叉不会半斤。半斤、哦。一罐一斤。啊，你那个有半斤哦。两大匙啊，你要请。两大匙嘛，大概就够大匙两个小勇。香叉不半斤，就是不会把它挖一半下去就。啊、嗯。好、哦，半斤啊。没有啦，两大匙啊。天天啊！老师，你不要多讲，老师你不要多讲大他。我哪有人家那个？以后你就拿那两匙来，就是两大匙。吃饭的汤匙两大匙。大概呀。啊。这种的汤匙多少？这个、哦、四大匙。老师，那个是什么？盐巴糖。如果这种汤匙就是四大匙。啊，这样子。老师，要糖吗？要汤，对，汤种啊。一大汤匙，半多两小匙。两小匙。两小匙。好，红烧。有咸的，所以它不用加盐。糖吗？糖，糖。对，要盐。我们腌到下午，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马上就要炒了。如果这个是家里呢，最好的腌锅。一个晚上。哎，三四个小时。放在冰箱冷藏。啊，三四个小时。啊，这不用。不用放米酒哦。因为没有米酒关系，我们只能加高粱酒。那我们家里要放米酒。啊，高粱酒加一点。有米酒，有米酒不倒一点来。好，好，加一点米酒。看，看哪来吧，就北嘛。哎，很可笑，没有开关机啊。